在现场民众的欢呼声当中，台南市长罗清德以及前代理县长李进勇共同进场了。这届民调第一名市长要来为这位民进党婚姻县长初选的参选人投票。李进勇的故事深深影响着罗清德，所以罗清德有法度通弃医从政，有机会服务咱台湾的乡亲。李进勇是深深影响着我。因为受到影响，罗清德为伊新变成市长，并且为伊深深配合的职位来徛台。为了第一名的市长阁无够，现任的婚姻县长苏迪芬更是直接表明立场，希望民众支持。明年年底，迪芬就要下任，迪芬就要将婚姻县县政府交代予李进勇。十月二九暗时六点到十点，咱一定留伫出来接电话。电话若接到时，大声讲出，大声讲出。罗清德含苏迪芬的全力推荐，李进勇是非常感谢。面对民进党来婚姻县长初选的民调，三个人的战争，李进勇认为家己是上好的人选。阮三个人安怎分工，才是对这个党继续的发展。但是对咱延续历史进程是有帮助。咱两万讲两岁的日位非常的重要，五万因会当过手。婚姻馆馆长挑战性非常的悬，和阿勇啊有一个机会会当含婚姻民进党这同志，大家做伙来拍拼。婚姻馆长的选举明年才要正式开始，但是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已经从建会提早点到，像是最后出选的代表，就看29号的民调了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